刚才这一招叫冲锤，是引进然后放空然后再还击的一种，就是啪一顺进然后回击，这是一种打法。第二种呢叫截脚，是腿上的功夫。哎，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呢是手上与脚上的结合，因为脚它要攻击我，然后是截脚，然后截住它的腿法，然后一蹬，出拳的同时然后挡戈，然后对腹部攻击，这是第二个招法。